里比较多会。所以我们那你心中是一条心，这个就是啥，就是说那你心肝今天是荣幸你妈这个台湾行的产品，台湾行是咱台湾人的爱心，台湾人的正义感。所以说那做一个人有爱心啊，个有正义感，讲起来是有钱，是啊，就是说，活得还好了，啊，啊，今天就在讲，咱的心肝，拢无迄个余地。是啦，啊，咱吹工做革命，还是讲回到台湾打拼，实在讲起来是真光荣的代志。但不过呢，现实上我看人要活落去，有万项的苦难，迄个中间讲来。主人公家己是做国革命，这个时阵所需的一挂有意义还是无意义的，遐个受苦也无简单啦，无简单啦吼。啊，从直接情形下，讲有直接安尼。拢会当人群，人情就很苦恼。来讲真清洁、清洁的，来想出来已经牺牲的，这个历史，那个历史，这是真好的，这个好机会。是好事。我今天就站出来啊，要讲什么才是？无像我讲话，大家听着拢想无像大家目睭金金，心肝那日日困。因为安怎？我所放拢人的迄个。艰苦的代志，也是讲不平的代志，吼，也是讲未做达到家己的理想的代志安尼。其实啊，佮叫我讲，我讲我看我也是真啦，吼，啊，所以讲，我就想讲，那安尼，我来中华一寡历史的代志。无像咯，咱大家较有知识啊，得到利益啊，台湾，咱讲，咱也是出七八年，哦，咱就是那人口两千万，讲起来。在世界上，不是稀罕的一款的，讲遐长大、遐长、遐长迄落的物件，
生咱台人啦，往往有啥要对别人的时阵，家己想讲啊，我著比较细较无力，心肝一群人啊，煞未经验就是这样子，啊，今朝发变一个失败主义者。唔过，咱个想出来，大家，咱在那个讲，无论当差的人，无论你管家也好，地家也好，大家拢是十月日生出来，所以讲，咱本来十月日生出来。做出的人应有的一挂理想，一挂想法，这个啊，这个那要讲起来，台湾独立已经吼有60年啦。日本的以1500年对香港来日本迄阵啊，这动力叫人发的哈。阿松那边讲的，这地球上就用海外包括都来内地，发动力日本的顺序。头兄啦，算是头兄啦。他即阵啊，已经60岁，但是咱过去代志真偏甲黑了。咱来讲，咱生出来一生，比如我无形中食到80岁，哦，这个当中。尽管有关独立到底是有较进步，还是直接所在的起来就是安尼？想起来是啊，结果讲起来，那结论讲起来无进步，因为以前。咱的这内底呐，你会较大，就是互日本管，要互什么？互蒋家国民党来管，啊，伊的管法就是敢那讲，变变家己的人管家己的情形，完全不共款啊！哦。讲美国人，因内底那是有真些矛盾，起码因比台湾就是人家己管家己啦。啊，咱毋是，咱也是啊，直接拢互别人管。所以讲，咱若要想讲。台湾到底是什么物件？台湾怎么就创啥物较好？啊，台湾出去要行对哪去？那对这个上根本的事情来想，实在难的事情。对日本的那个开始来想的，实在。进步无偌济，起码迄阵啊，阮阿婆我来遮管，迄阵啊那是要是滴，我来遮管，即个世界因有史以来有3-4千年的历史，咱若讲。无文字的、无历史的，迄个免讲，还讲那个是拢是
归完民以前的事情。以前的军粮哈，军多的光板的主题工，这些人啊，来管这些事情。咱台湾人始终拢是外来者来管，其实外来者来管已经在学问上有定义了，有一个概念了。从这个概念，若讲台湾人为着这个政治吃苦。一见讲个，大家应该就知影讲台湾是什么社会才对。但是这点台湾人要了了懵懵。那你讲起来，这阵啊社会下来底，头一个是民族的问题，民族那家己管，这有做什么嘞？哎，然后别人管做什么，已经拢有一个畸形的概念啦。哦，畸形的概念。哎，那像台湾那呢，管咱拢是跟咱的生活也不相关，社会上、历史上、家文化上，哦。都无共款的人来管咱台湾人，这不是什么？这不那是有一个定论啊啦。甚至于在学问上讲了讲清楚了，哦，台湾人，咱起码咱讲台湾人。台湾是殖民地，咱台湾人，台湾人家己无做主人，台湾人，你若讲你有命，你行这条去，这路拢你决定这拢是伫台湾人的手头，拢是伫别人的手头，这负责啥？安南乡殖民地实际情况是什么？学问这个物件，头啊是讲真深啦，哦，学问你看吼是真高级的在所在啊，但是阮啊有相当的毛病在所在，学问讲到前进啊啥？就红看我真水，我安尼是真对，安尼是呐。从来讲学问咯，就讲讲迄个上水的字句，也是讲上水的情形来说明。但是唔过，世界人类的现实，当然台湾有呐，这个世界。人类学习的内底，你讲个讲这是问题，只嘛讲了有较容易懂啊。讲了一声啊，大家听到那有这个。是问题，人类从你用武力来提人的领土。政治上来给你压迫，来给你搞屠杀；经济上来给你掠夺，就是讲给你生产物件来个给你叫做剥削。啊，这么国家殖民地一个也不做什么，一个条子下来，伊就给你爱你偌济，这唔叫做剥削，叫做掠夺了，哦。哎呀，这个殖民地，这辈子。